经过碾米厂的精致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白米脱去了黄色米麸而被拣选出来，但其实被去除的米麸当中有许多的维生素和营养素在其中。养生的风潮之下呢，有许多人开始注意到了这些被舍弃掉的营养食物。还没有走进制溶泡蛋米麸，你就能够闻到迎面而来的各种谷类香气。在店里头保留了古法制作米麸的工具，外形像炮弹的器具也就是店名的由来。除了米麸之外，还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不含防腐剂的黑豆粉、芝麻粉和五谷杂粮粉，只要加入热牛奶，就能在怀念的古早味当中吃出你的健康。